草不芹椒是明椒，阴椒亦名芹瓜。芹，气味苦，平，无毒，主治黄疸。用芹椒半两，浸酒半升中，空腹饮酒，有酒量的人服后亦见效。又方，芹椒三两，牛乳一升，煮成七合，做两次服下，暴泻，大渴，大饮。用芹椒二两，酒甘草半两，每服三钱，水煎服，伤寒烦渴。用芹椒一两，在牛乳一碗中煎到六成，做两次服，即劳烦热，身体酸疼，骨蒸潮热。用芹椒、柴胡各一两，甘草五钱，盐细，每服三钱，开水调下，小儿骨蒸潮热，减食瘦弱。用芹椒、酒甘草各一两，每服一至二钱，水煎服，小便艰难。用芹椒一两，水一碗，煎至六分，分两次服。又方，芹椒、冬葵子等分为末，每服一小匙，酒送下，胎动不安。用芹椒、酒甘草、炒鹿角胶各半两，共盐为末，每服三钱，又水一大碗，糯米五十粒煎服。又方，芹椒、阿胶、炒艾叶等分为末，每服三钱，以水一大碗，糯米五十粒煎服。一切疮口不合，用芹椒研末敷上。